咱们继续来看比赛，观战方的话是武装冠，对战方的话是一手斯托里昂。很久没有看这哥们儿的一个比赛了哈，之前玩的是一手力武装，咱们来看一下经脉。这把的话还是力武装，但是碰到的是一个斯托里昂，这种剑走偏锋的一个门派，碰到这种传统的一个物理门派的话，看一看哈，会不会？我感觉应该不会去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啊。观战方选择直接拉须弥，打得很急。双方须弥互冲，出法连一手呀，踩飞了观战方的一个前排。观战方烟雨剑法补掉对战方的一手须弥，对战方踩一手塔，观战方贴了一手这个须弥，但是还是被对战方给这个打掉了哈。观战方龙龟给自己卡一手血，对战方须弥再秒，这一手奔雷的话感觉把观战方场上有点打穿了。观战方继续烟雨剑法，这个烟雨剑法的话清宝宝还是非常舒服啊。这样的话观战方残血，观战方触发一手生命的源泉，观战方赶紧出一手宝宝，观战方一手铜伤势啊，想点掉对战方这只童子，但是伤害的话还是不够，这只童子的话得7000多血，这个本身力武装的它的一个伤害成长会比较低一点，所以打出去的一个数据并不是特别好看啊。观战方这只须弥的话也是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对战方驱鬼驱掉须弥，对战方应激过来，观战方的一个宝宝飞的确实也是有点快呀，感觉和对战方比清宝宝的话观战方有点比不过啊。好在观战方的一个前排宝宝是绿了，这样的话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个火力，观战方直接天命剑法四刀戳飞对战方的一个后排，这一回合的话观战方也是这个缩小了双方的一个差距，因为这一回合观战方得休息，所以对战方直接选择拉出了地听，观战方出孩子，
被那帮破血砸过来，观战方孩子还是一个法系孩子，这样的话观战方感觉没有啥生存能力啊。观战方拉出地厅，这只地厅的话伤害非常高，直接把对战方人物给砸死，但是对战方的一个孩子的话是藏起来了，虽然这个龙宫孩子的话能够打得到，但是伤害的话不够用啊。观战方拉出一只猴子，